배고프지? 배고파. 우리 오늘은 오늘은 탕수육에 짬뽕? 짜장면도. 짜장면 그러면은 탕수육, 짬뽕 다 시키자. 뭐야 저 여자? 你怎么在我家里呢？你是谁呀？ 오빠. 저 여자 아는 여자야? 진짜 몰라 나 진짜 모른다고. 连我女儿都不如，你知道该干嘛吗？知道，干爹。都吃饭去吧，下午再跑一阵。 你这毛病可不好，千万别让干爹知道。我愿意。嘿。
小朋友你好啊。你好。你在叠飞机啊？啊。那姐姐跟你一起叠好不好？好。来。对了，那我们来比赛看看谁飞得比较远。我飞得比较远啊。小朋友再见。再见姐姐。老九，有个老头跟着我，河边。干嘛呢？跟什么跟？说话呀！哪来的？啊？凑走啥呀？老实点。说话，谁让你来？哪儿来的？行了，就这样吧。姑娘，你多大了？你瞎问什么呀？看什么看？看什么看？你再打人，我就报警了。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啊。那没事就好。今天谢谢哥哥们帮我解围啊。那是必须的，别看我排行老九，那你也是妹妹。还有大哥呢，我还老五呢，我还老二呢。对了，一良，最近手气挺旺的哦。为了这，可没少让哥几个在干爹面前丢脸呢。为这个，是不是应该喝一个？妹妹明白，下次扫了货，分给哥哥们。这杯，我先干为敬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好，干！来，走一个，够。
了。